快乐小社会，坚持到底。幼儿园的图画课上，小朋友们都在认真地画着彩虹。先涂红色，再涂黄色，颜色要涂得匀一些才好看。我要在彩虹上画上我和爸爸妈妈。哎呦，涂颜色好麻烦哦，要涂7种颜色。我不要涂了。皮皮没有坚持把彩虹画完，图画课结束的时候，大家都画好了漂亮的彩虹，只有他。下面一节是手工课，小鹿老师让大家用积木搭起小房子。积木就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砖，我要搭一个结实的砖房子。我在房子外面再搭一堵围墙，真像我的家。我搭一幢2层的小楼，可以住很多很多好朋友。完成了。老师，搭积木真的好难好难哦。又倒了，我不搭了。手工课结束的时候，当然皮皮的房子也没有搭好。哎，皮皮，你的彩虹也没画完，你的房子还没有搭好啊。老师，画彩虹好麻烦，搭积木也太难了。那你看看莉莉画的彩虹是不是很好看啊。嗯，那米卡搭的小楼房是不是很棒？是。老师，我也想搭出很漂亮的房子。皮皮，做事情一定要努力坚持到底，只有坚持到底，才能画出漂亮的图画，搭出漂亮的房子。嗯，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以后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我现在就去把彩虹画完，把房子搭好。